大家好啊，最新消息， NVIDIA 已经通知了品牌厂商们，建议7月份开始调整部分型号显卡价格，以应对不久前促销挖矿所导致的芯片缺货。没错，最近挖矿潮又整起来了，有热心内部人士表示，后续高端 N 卡可能会严重缺货，一是因为高端 N 卡的芯片产能不足，存货也不多，说不准什么时候就直接没货了。恰逢安培显卡即将上架，而且首批上市的卡肯定是高端型号的， NVIDIA 说不定就不补仓啦。那 RTX 20802080 Super 这些卡就顺其自然的退市了，而 RTX 2060涨价的原因就很离谱了，因为去年年底 NVIDIA 推出基于 TU104 核心的 RTX 2060，由于 TU104 缺货， TU106 又没有多少存货，所以也就只能涨涨价这样子才能维持得了生活啦。 AMD 这边就主要是因为挖矿需求大涨的原因，套上马甲的 RX580 2048SP 缺货，只能说这个世界太疯狂了。还是那句话，啥都涨，就是钱包不见长啊，嗨。